放开，好、哦，还要停住了。啊，如果你想要降一点，就是这边降一点，这样就降一点。Oh. 啊，如果要升一点，这边就往上推就升一点。啊，基本上它都定住了，有没有？很简单哈、哦。X 轴跟 Y 轴往前推，放开，哎、欸，它就停在那里，就这样子。那、啊、你要对着尾巴，不然你会搞不清楚方向。来，它就是定住了，哎、欸，对，你再飞低一点。高一点点高度，再高一点点，高一点点。喂，够了哈，够了，拜拜。不要飞到这里，往前一点，不是，来，好，往左一点，打左，打左，左，这边右边嘿。放开。往前。好，放开都是稳，高一点点油门。多一点点油门，好，完全是第一次。多，好停，哎、欸，你永远对着尾巴，对着屁股，对，就是先练习控制这个方向而已。打右，打左，打前，打后，这样慢慢你就习惯它的控制了。了解吗？了解。哎、欸、啊，你如果要自选，你就让它转到这样子，转到对的尾巴屁股，对。我也想玩。好停，哎，然后飞到这边来，中间停，对，就练习这样子方向。